你哈觉里斯得卡吗？纳瓦罗的这个换人怎么样？从目前的效果来讲，两边都是新人了。好球，漂亮，漂亮！61分钟，进球，恒大淘宝进球。韦世豪的头球，中一号的传球准确的找到了韦世豪。对，这个球啊，实际上是连续的传导，然后打到右侧，从右侧打到左侧，然后呢，实施了一次非常好的右脚的传中。门前呢有三个点爆抄，塔利斯卡的转移，海米提呀、离得远了，罗静啊没有逼上来，杨博宇在身后，杨博宇呢是不是罗静？罗静啊七号过来协防，杨博宇在这儿。对啊，杨博宇是防线最靠后的一个人。对，这个过来协防的罗静啊，